克夏日销售王，新冰乐稳坐冠军。一看到星巴克排队就知道又是买一送一啦。今天限定新里程会员购买同容量口味饮料，其中一杯免费。夏天里来一杯新冰乐真的是暑气全消，新冰乐也理所当然成为夏日冷饮类别销售冠军。这两天的台北气温其实都突破37度，对，所以今天的话可能喝新冰乐会比较适合，那又刚好有那个买一送一的活动，所以我们就等了一下子，这样20-30分钟。因为我是那个会员，一个买一送一，所以就可以跟朋友一起来买。来两杯冰咖啡，大概20-30分钟。各公关指出，尤其新冰乐新口味上市时，销售更有明显成长。除了新冰乐之外，冷萃咖啡和氮气冷萃咖啡夏季成长幅度最大。副刊登新闻，小编也想喝新冰乐买一送一，报道。